中心。整个大厦嘅门真系好大好大，地下咖啡室。外卖咯，上次嚟见到呢间排长龙，而家冇咗呢个现象啦。系尾嗰橛啦，以为行晒，原来未出到街嘅，仲有一大橛。过嚟原来仲有一个好大嘅天井。行埋嚟咧，又有嘢食啦！仲有间格调好特别嘅店铺，哇！可能好多间喎，上都就系佢，全系呢间店嘅。上多數都係呢啲時裝。公司衣仲有一部分喺呢度，而家上樓上去啦。直接就叫你开饭啊！呢度起码都有店铺喺呢一度，另一间椰子鸡喺商场里边，里面有寿司，正门个样。150元就减50。
間酸菜魚，內地好喜歡吃的。行到攰，可以按摩一下，好痕，可以在唱 K 唱吧。以手計又得，以時間計又得。有理髮店，就是158元起。頭先華潤萬家是20元。幾間都是搞扮靚的。外上一層是有個空中花園餐廳，門口入嚟好得意喎。到嚟真係有個花園餐廳喎，好多座位喎，整个广州的市中心在晒地，大马路再过去天河体育馆，翻过嚟就是佢呢几座大厦。地下负一层有个好特别嘅帮人影相，可能系职业形象照。間食店有好幾間，就中意邊檔就埋去揾嘢食。呢度有控制室，望住嗰个咧系舞台嘅，相信可以搞大 show 嗰啲。打开咗个电脑，接驳咗，喺上面街落嚟呢度都得，地下一层20元半只鸡，好特别嘅潮州食品喎。我掉了，
蝦和吞麵。哇，真明白這個套餐，一碗麵加杯嘢飲$15，層呢比較垃圾啲，又賣嘢又食嘢。不過呢間食嘢呢就特別啦，做大戲咁啊，佢叫自己做大龍鳳。真係做戲一樣，搞個大龍鳳出嚟，出面望到。睇下呢特別中西合璧嘅茶，周圍都係啦。千拉麵都搞埋酸菜拉麵，菜籃好快又嚟分一杯羹。有食披薩嘅，呢度即場見到烤餅喎，一個個咁攞出嚟。喺裏面咧咁攞出嚟。一個個就攞出嚟，就攞出嚟，要用兩個架撐。哦，好靚呢個餅，香噴噴啊！就擺喺度啦，好靚好靚。平時喺街嗰度咧，見到好多呢啲鍋，但係佢呢個特別做得靚，有幾四個喺度，專人喺度猜粉，準備好曬。然後擺落去就慢慢烘，一翻邊度啊？呢度睇到咧係用電噶啦，進步咗。咁話俾我知咧，係要將呢個餅擠落去之後咧，要烘5分鐘嘅。食呢個牛肉餅咧就$12嘅啫。招牌牛肉湯19.9就係呢碗啦。即係咪換畫時間咧？見好多鋪頭咧都係釘咗板嘅。上翻去啦，上翻嚟街楼，个天花要修补啦，呢间又钉咗板啦，呢间。出翻嚟街呢一层。最後都是揀下去頭先落車嗰度嗰啲鋪頭仔，試下佢嗰啲特別嘅小食。街頭有嘢賣，奇怪，就唔係賣食嘢喎，就係賣花嘅，成扎咁嚟買嘅。